指挥员一声令下，直升机迅速升空，建立飞行航线，调整飞机姿态。海上复杂的气流和舰艇位置的变化对着舰操作产生巨大影响。每轮飞行间隙，机组成员都要复盘研讨探索陌生海域完成任务的方法。夜幕降临，起降训练持续进行，飞行员依靠机上仪表和舰载灯光的引导实施着舰。着舰训练是我们海上飞行的核心科目之一，也是执行各种海上飞行任务的基础。夜间着舰难度大，容易受甲板辅助灯光和舰艇摇摆的影响，必须时刻保持注意力集中，避免出现飞行错觉。据了解，自起航以来，编队针对不同海区特点组织直升机开展专项训练，在提升飞行技能的同时，锤炼机组成员心理素质，为遂行多样化护航任务打下坚实基础。